耶！ Yeah, 欢迎回到台南带路，用台南人的角度带你行遍万里路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波。今天呢，我人在龙潭哦。听说呢，这里有一家超厉害的吃到饱，它居然是粤式烧烤。今天的天气有够冷的，吃个烧烤刚刚好，而且它还有火锅哦。但是呢，我每次啊在东南亚的时候，我都超喜欢吃他们的烧烤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们对于香料啊或是一些调味料啊都非常非常的讲究，而且这样吃起来啊，那个口味的变化会非常非常的多。今天呢，我就来吃吃看，分享给大家，我们一起去试试看吧，走。Touching me, electricity, what you doing to me? I love the way you scream my name, and your crazy games, girl, the way you tease me. Just one more time, I cannot fight this feeling. And with your lips to mine, all that I'd ever want. But I know you're not the kind of girl that I can really trust, no. Cause you do whatever you want, baby, what about it? I walk away.我们现在开始烤肉咯。哦，他上来啊，我跟你讲，他有两个，一个是火锅，一个是烧烤。但是呢，他的食材我进来就已经先吃惊了。我觉得至少超过50样食材，然后还有这种手指，我们吃吃看它的春卷好了。我们知道越南春卷也是非常厉害哦，它里面还有一点芋头，越南春卷好吃。它除了食材很多之外，它酱料也很多，最特别的就是这两个，一个是粤式蘸酱，然后这个是粤式的辣椒盐。现在我最爱的这个牛肉跟金针菇卷，我们来试试看跟这个辣椒盐试试看，它很特别，它盐里面带一个辣椒的香气，厉害，它的品项超级多了，像这种啊，看一整盘，这是我烤好的，然后还没烤好的这里。它品项超级超级多，来试试看这个，应该是咖喱鸡啊，好吃。这399实在是太超值了。还有一个这个，这鸡肉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可是闻起来很香，有点像我们的红烧的味道哦，好嫩哦。还有这个葱卷，然后是我们刚的一样的牛肉卷，可是。它这里面是卷葱，我来试试看，培根葱卷万年不败，非常赞。这家好厉害哦，而且那种火锅是炭烧啊，你在吃的时候就一直炭烧的香气一直出来，好棒。这我就不知道是什么了，试试看。它这个超特别，这是。鸡脖子，可是很有肉的鸡脖子，鸡脖子超好吃。看那个酱啊，就有点像我们的蜜汁酱一样，外面带一点甜甜的，然后像这种的梗啊，然后还有这个鸡皮，鸡皮简单烤一下，酥酥脆脆的，这家真的很厉害。你要吃粤式的也有。就是那种比较偏酸甜的口味，你要吃台式的像香肠啊，或是一般没有调味的鸡肉啊、猪肉都有。我再来吃一下这个啦，牛肉葱卷。来这里齁，你用这种肉卷啊，因为它肉卷没什么调味，沾它的蘸酱真的是超好吃。哇，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个夸张的。它当然有这种圆肉块啦，还有这个什么、啊、牛小排刚好了。牛小排之外呢，它有一些是生食的，就是它没有串成串烧的，一片一片的，像这个肉块很嫩，有点腌好了，淡淡的甜而已，微微蜜汁的感觉。最夸张的在这里，牛小排很常见，对不对？你有看过在一般的烧烤店里面有卤鸽的吗？稍微要啃一下，但是非常多汁，
乳鸽好好吃哦。乳鸽之外再来，来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青蛙肉。我个人是很喜欢吃青蛙啦，不过呢，如果你有一些宗教信仰啊，或者说觉得青蛙可能比较没有那么适合吃的话，你就酌量自己使用了吼，好不好？但是我个人是非常的喜欢，好嫩，好好吃哦。399的价位，它那个品相真是琳琅满目啊。而它口味，我必须说啦，因为我在越南工作过，它没有偏那么的越式，还是台湾人的口味，它没有那么甜啊，也没有到非常实鲜，所以口味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。主要是这个，它的沾酱很厉害。如果要咸一点的话，你就沾它的盐类；如果想要甜一点的话，你就沾它这种，有点像人家说甜鸡酱这样，真的很棒。最后来甜鸡酱配牛小排。非常好吃，然后你最后呢可以这个自己煮干面，它给你就是我们市面上常看到的这个，直接入汤煮完捞起来拌一下，就是好吃的干面。啊，不是，对哦，在东南亚、啊、你吃所有的东西都会配一个东西，椰子汁。吃完上火的烧烤之后来个椰子汁，最舒服了。超赞超赞，真的，我吃到现在非常满意。它火锅啊，你让他觉得说，哎、欸，它就是烧烤而已。它火锅海鲜料也超级超级多，虾啊、鱼啊，基本的。等一下我吃吃，再给你做一个简单的结尾。酒足饭饱之后呢，跟大家做个总结啦，就是呢这一家品项多，口味好，而且呢399加一层，如果你觉得很划算的话，那真的来吃吃看。而且啊，还有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甜鸡肉，所以我给它超过100分。如果我有来北部的话，经过啊，我一定会下来吃它一次，非常非常的划算。那琳琅满目的食材一看下去，哇哦，非常非常满足啊！而且我很喜欢它那个葱卷啊，或是牛肉卷啊，我去卷金针菇啊，那个真的好好吃哦。不过那个后面再吃，因为那个比较油，所以你前面吃的话可能很容易饱。再来呢，我觉得它有一个小小小小的缺点，就是呢，它的饮料都是甜度比较高的。哎、啊，而且后面啊，你如果想要喝一个清爽的，它的这个选择性会比较低，啊，不然你就选择喝汤就好了。OK， 然后结束之后呢，它有一个冰品给你吃，真的蛮不错的啦。然后停车呢，两边的路边都可以停，但是要稍微小小的找一下。这一间呢，我给它非常非常高的评价。如果你有来北部这附近啊，它是在桃园的龙潭，好、哦，这里可以来吃吃看，非常非常新奇，而且好吃，推荐给你。好了，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分享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